今天非常欣喜跟我朋友来介绍这个真的是我自己受用良多啊。怎么说？你知道我接触小朋友那是每周的录影的时候，对，千百个生活的问题，对啊，上知天文下知地，我哪有那么厉害啊？你都没有被小朋友考倒呢。我这个被考倒很多次，讲错答案很丢脸，父母用责怪的眼光告诉你，所以我还要查证给他们看，是讲出来的东西要头头是道，而且要正确性。我在大派跟他打字，所以今天让你正确。今天这一套我真的那时候买很贵啦。你说说太阳哥哥，你今天来到为大家推荐，因为我们刚刚讲他是好很多儿童图书的，所以知名代言人。那我相信你这个接触过的儿童图书，很多，可是你所以我还要查证给他们看，讲出来的东西要头头是道，而且要正确
五本带回去嘛，还包含了60片的 CD 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有声。请问一下，太阳哥哥，为什么你特别推荐他？好，这个 DK 是全球哦销售量这个数一数二的出版集团，是英国知名，至今已经33年了，是专门就在做这种实用的书籍，就是让人家参考实用的。那他做了这一套书哦，而且、这个全球唯一就是华人地区有声的 CD， 在英国没有呢。所以你是说我们所有的百科全书，对大家一般，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到百科，第一个买过啊，很贵，第一个很贵，第二个那个字密码看的眼睛好酸啊，没错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从来没有听过百科全书是有声 CD 的，有声 CD 的，没错。所以说刚才我们郭总监有讲哦，只有在台湾，也只有非常棒的东森购物台的会员朋友，你们今天不仅有百科全书图文并茂，是包含有声 CD， 都帮助你呢，代替你跟他亲子啊这个做导读这样的一个工作，对不对？代替爸爸妈妈帮小朋友讲故事，是没错没错。故事的同时，里面可以回答小朋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历史科学人文，通通都有了，全部都有了，60张 CD 哦，60片 CD 哦。对，可是我要问太阳哥哥，来，请问现在不是网络都很发达吗？哦，哎、其实我上网查什么资讯网也就有了。你讲这个就很重要了，因为小朋友不能知道太浅，就是说一定要正确进行。那这个网络上个人的解答哦，有时候你说的我说的都不算数啊。我们有天文地理专家，是这个博物馆的馆长啊，那种历史悠久的，我们这本书的专家学者啊，300多位哦，来自全世界精英，我们70几个单位，包含一些天文科学历史博物馆，包含一些大学的教授来共同编撰来资料来提供。对，所以它是最正确的解答。这不是他我在问这个问题，刚刚是不是有回答了？树木为什么脱皮？有没有解答到？对，不是太阳晒太多所以会脱皮。还有没有人有问题？来，你问，有没有问题？为什么无尾熊都在睡觉？为什么无尾熊在睡？因为累了所以要睡觉。哎，到底是为什么啊？有没有人知道这无尾熊为什么会睡觉？我们查一下。来，我们家校哥啊，跟这个佩晨姐也查得到哦，为什么无尾熊爱睡觉？